具有市民前往区内的五家殡葬服务机构进行祭扫，为满足广大市民清明期间祭扫需求，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减少祭扫现场人员聚集，区民政局明确，从3月22号至4月18号，到大洋山墓园、斗门区殡仪馆、连州镇殡仪站、白蕉镇殡仪站五家殡葬服务机构祭扫均需提前预约。各殡葬服务机构将分为4个时段实行祭扫人流限制。截止目前，通过今日斗门祭扫预约小程序，共发出预约号14600个，涉及约58400多人次。目前已顺利完成祭扫的市民已超过20000人次。清明假期3天，预计哪个时间段人流量最大？区民政局分析，按照目前预约数据，4月4号祭扫人流量最大，建议市民错峰出行。斗门交警预测，4月4号582线到大洋山陵园段、黄洋大道车流量将最大。其次，还有不少市民也会在清明期间前往金台寺缅怀先人，宋城大道也或有拥堵可能。预计高峰期从每天中午开始，直至傍晚结束。而外围道路预计4月4号至4月5号。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斗门出入口和江珠高速连州出入口路段车流也会比同期出现明显增长，市民应提前选择绕行道路。此外，还有不少群众通过渡轮往返中山板福和珠海斗门祭扫，斗门海事处已提前部署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据介绍，布州渡口是我区与中山板福的跨市渡口，清明期间流量大。清明期间，布州至短福渡船将按照约15分钟一次往返的频率，有序运送渡船群众。针对今年清明期间允许现场祭扫的特点，以及近期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的情况，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严峻。区应急管理局透露，目前已对重点火险区域、入山道口等部位增岗设卡。预计全区将设置近400个检查卡点，实行登记进山，严格野外火源管理，严禁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山林。